可是我的是平民哦。Oops， 一个 level 23，一个 level 78。平民就牺牲一下咯，反正没有升职。对哦，牺牲一下咯。六号是好人。五号按麦，五号按麦，不要过麦。你刚才讲六号死了，你讲什么？妈的，我要了是吗？哎，怎么死到有个样子在那边呢？等一下，你们不要给我扯移话题啦！女巫猎人出来，同意就对了。来，女巫猎人出来，养女巫记得救我。冰哥，你是不是哦？二号讲一号和三号都是预言家的话，其中如果投一，然后三号就会死；投三，一号就会死。所以就现在就是说这样也是很怪，所以现在是说要怎样办？你想投谁？你这样讲的话，当然是相信你先咯，先投一咯。但是我还是要还是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人要说什么了。七号表示一下。我觉得你们两个都先不要杀吧，因为我觉得二号讲的话也蛮对耶。因为不代表第一个讲是冤家，那就是冤家。我觉得那我觉得罢了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这团先待了，先给我试一下了。因为这一晚好了已经死掉了。